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16 ያለፈን ተግባር መግለጽ ልምምድ ኒ ዙዋቲን ሻንባንላ ዱይ 我昨天上班了。你昨天上班了吗？对，我昨天上班了。你昨天上班了吗？ 对，我昨天上班了。你喝过埃塞的咖啡吗？ 对，我喝过埃塞的咖啡。 你 喝过埃塞的咖啡吗？ 对，我喝过埃塞的咖啡。你喝过埃塞的咖啡吗？ 对。 我喝过埃塞的咖啡。你的女儿吃晚饭了吗？ 对，她吃了。你的女儿吃晚饭了吗？ 对，他吃了。你的女儿吃晚饭了吗？对，他吃了。你的朋友昨天来了吗？ 对，我的朋友昨天来了。你的朋友昨天来了吗？ 对，我的朋友昨天来了。你的朋友昨天来了吗？ 对，我的朋友昨天来了。你吃过中国饭吗？ 对，我吃过中国饭。你吃过中国饭吗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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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吃过中国饭。